欢迎大家收睇《都市黑幕》，我系蓝瘦佬阿波，我系阿晴。阿晴，我特登个位坐成咁咧，系咪要 show 件 T 恤咧？系 ，I want to pay again。系啊，呢个系恐惧斗室嘅嗰个公仔嚟嘅，咁啊，俾大家睇一睇啦。咁啊，讲翻个节目里边咧，我上次、再上次、再上次已经开始喺度预告紧，呢个《都市黑幕》啦，今集已经系尾二嘅一集啦，一季度。悲伤啊！系啊，咁啊，正所谓旧嘅唔去，旧嘅唔去，新嘅唔来啦。咁我都讲过，其实季度嘅完结啦，只系咁啊，即系未来都仲会翻嚟。咁紧接我哋呢个《都市黑幕》啦嘅节目，都系我哋自己做翻啦。系啊，系啦，咁就。节目名就下一集喺季度最后一集才讲啦，咁就而家就系讲个节目内容少少嘢啦。其实过去都预告咗一铺伏线啦，今次都再伏多次啦，就系关于啲解密嘅节目嚟嘅。咁首先咁讲啊，我解释咯，惊住你唔知道我要讲几多，点解要呢个《都市黑幕》要季度完结啦？阿晴，你冇咩嘅我哋一个共识嘅讲法嘅，其实都。就是其实大家知道啦，做音乐论节目要找很多资料的嘛。是啦。是啦。咁其实咁啦，即係我听各种各样的讲法，譬如音乐论节目有啲系做，譬如系十小时嘅 research 啊，二十啊，我听过好似有音乐论节目，好似听即係佢声称啦。两个礼拜一集好似。十日好似话。係啊。咁其实都不瞒大家，咁我哋都大堆资料嗰度都会做一啲资料搜集。咁我哋讲真相咯，一路以来都冇呢一个公开过嚟，花几多时间做 research。咁其实咧就唔系好多嘅啫，每集大概都系用200小时到啦，嗬。系咯。咁即系而家做咗十零集，都做咗几千小时啦。跟住用咗两年到嘅工余时间。咁我计算过啦，就如果每日咧，我哋花两个零钟头做 research， 咁其实我哋过去唔系过去啦，一季嘅《都市黑幕》即系13集啦。咁理论上应该要做1500几个小时，咁其实就系已经等于我哋过去两年前已经开始做咧，到今日先可以够你。咁呢啲就住咗八格嘅擺明係，咁但係講真，用咗自己一身嘅精力去講真貢獻啦。確實季度完係同一個俾時間我哋做資料搜集係有關嘅。咁我過去都收過啲網友嘅一啲正面評價啦，就話其實都即係我哋過去都從來唔提做幾多資料搜集啦。今次話咩做1500幾小時都係住咗八格，住咗八格嚟嘅啫，都係咁但係。有網友們都話嚟反映過啦，都睇得出個節目即係主持係背後付出咗功夫啦。咁我自己我哋唔強調係個節目做咗幾多資料搜集，有一個原因嘅，因為我覺得做資訊節目咧係根本從來就係做資料搜集噶啦，即係我會唔會等於會唔會？我同大家強調，男生去完洗手間係會洗手嘅。咁去完洗手间，梗系要洗手噶啦。做资讯节目，梗系要 research 噶啦。咁你强调嚟做咩啫？跟住养猫一定要做铲猫砂嘅动作噶啦。咁所以我哋冇去讲我呢样嘢，就系咁嘅原因。咁但实质上系真系有时间翻去做资料搜集。同埋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系真系自己有兴趣啊嘛。系根本自己平时都有睇开。系咁，如果你要计算，真系难以计算。系咦，系咪15岁开始睇第一本杂志开始嗰度有计咧？系啦。咁啊女，咁啊简单讲翻呢一个黑幕未来紧接。嘅节目叫乜乜乜嘅解密啦，咁因为你知啦，你半个架仔，啲架仔性格就好执着，咁啊搞到自己会好辛苦，无谓啊嘛。咁又唔好讲辛苦，做节目揾资料系咁讲啦，系一个过程啦。咁变咗就去做呢个节目揾资料咧，都系要停低落嚟啦，去揀事件啦。咁去到今年真系或者近200集，真系感觉到吃力嘅。咁又唔好讲辛苦，做节目揾资料系。咁讲啦，系一个过程啦。叮一声谂起，哇，其实每个礼拜嚟做，真系有个压力喺度。压力嘅咩呢？就系要揀事件。咁又唔好讲辛苦，做节目揾资料系咁讲啦，系一个过程啦。如果大家真系逼我每分钟都讲资料咧，如果真系冇咧，我真系情愿停咗，你唔好搞到我咁辛苦嘅。咁又唔好讲辛苦，做节目揾资料系咁讲啦，系一个过程啦，即系。
咦，咁以下好似有三級喎、哦，即係你想食一個女仔，咁你過程你去討好佢、溝佢，你都要付出噶嘛，你唔可以係咪？你笑咩你？咁如果你一下子即食嘅，你要咁就唯有俾錢個，一係咁，等你靚仔到吳彥祖加邊個好咧？金城武加唔知邊個除三個俊男除三，唔係真係除嗰件衫，除翻三個型仔靚仔又高，咁咪自己中埋嚟嘅女仔係咪？咁我即係打個比喻啫，所以。你要食就一定要溝，要做節目就一定要揾資料，呢個係不二之法則。